哎，大家好，我是 Vivian Lee 团队，这是我的 team member Evodia，今天他和我们一起来给大家做一个云看房，好 live。那现在我们站在这个是叫 The Lodge，那是这有三栋 building，三个地址109 Mountain Road 107，还有173。那他们习惯了，前台会习惯用动物名称，所以我们除了记地址还要记动物哦。中间这栋叫 Wolf Grizzly。还有一个叫，反正都是很凶猛的动物。那我们看一下它这个设施啊，这个游泳池和这个 hot tub 是一年四季是温水的啊，所以连冬天都开放。那更 special 是，其实过去这疫情2年它是完全开放的，都没有 close 啊，是在 Canmore 唯一没有 close 的。那它这栋呢，其实还有另外一个 hot tub 啊，然后一个游泳池。我们看一下二楼，二楼这个地方呢有很大的。那个露台是可以在上面做，是公共区，是 patio 可以使用。然后他们二楼也有健身房，好，那这就是这个 lodge 呢，其实它挺 popular 的，因为订房率很高，因为它有这些设施，然后它有一个蛮正规的 front desk，有个前台，所以客户进来比较像。Checking resort 的感觉哈，所以有前台帮你给你房卡。那我们 Airbnb owner 自己管理的话呢，还是要来前台拿房卡。那大家固定给一个50块一个月的费用，啊，就 unlimited 次数，他就24小时有我们在那一宿房卡给你们。对，好，那我们进去看这栋，我们今天这栋我们会给大家参考4间，好，大部分这次能看的都在这栋。但是不代表这栋不好啊，我觉得这栋其实非常好。我自己也刚进了一间，因为客户最后没有贷款到，所以我进了。因为我们客户在这里租的不错，好，我们进来看看。谢谢。他觉得我那么大牌。嗨 excuse me，Gary，嗯，好，这是我们的。前台的 handsome Gary，以前 Gary 是帮我们做业务管理，在我们另外一批 bamboo lodge，我们很喜欢他，然后他被挖角来这个 lodge，那 lodge 当然比较正规嘛，可以给他更好的优惠的待遇，但跟我们以后。然后这三楼我们看出去还是刚刚看到的 Mountain View，我们可以看一下。那我们现在去看这间呢是 Unit 322，稍后我们也会把资料发在群里。那这间现在的 listing price 是77万5。那注意一下，我们在谈到 Canmore 的房价呢，它都会含 GST 的 Airbnb 的，不是全部。如果是 residential，它不会含 GST。所以你们在看到价钱的时候，你们先把它减掉5%。啊，因为基本上大部分是 including GST，如果不 include，就表示那个 owner 他并没有拿来出租，所以我们在看价钱的时候要问一下含不含 GST，因为一差就5%了哈。啊，我数学不好，但是854，它接近80万嘛，854/40一差就差4万哦。所以你们会看到很多成交价跟出价，你说为什么 Canmore 老是在抢房，老是在加价？其实是有时候是 GST 的问题。OK，好，那我们来看一下322，322，我们要去，对对，我们去那边。322的卡在你这边。好，322这间房蛮特殊的，它有1000多 square feet，但是它的房间是一房一 den 啊。那一房一 den，我们可以看一下有没有 potential，因为上次。我另外一个客人也有1000 square feet 呢，我们最后用虚隔的方式隔出了3个房间，因为在做 Airbnb 哦，那我理解了，它是上下错层的。好，322的户型是错层。好，我们看一下，这是进来哈，上去是 master room，下来是那个。那到这种上下错层，一般房一般会比这个小，但我们今天看到可能是大户型一点。今天。要不好就不拖了。好，
来，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是下来错层的主人房在上面，下来以后是就是这个厨房、客厅，然后通常客厅呢在做 Airbnb，我们是会做成沙发床。伊布迪亚，你帮我试一下它是沙发床好吗？我今天我腰闪到了，所以我的 team 会帮我做这些需要弯腰动作的，不好意思。然后我只要美美的站着，好。所以它目前不是沙发床，但是我们买的话可以自己把它改成沙发床，这样这个位置可以再睡两个人。好，那我们看一下看出去的 view，这个有 mountain view 的哈，它是这个山呢，这面的山叫 Lady MacDonald，它的山景没有刚刚那一面的漂亮，但是你还是有 mountain view。然后呢，你现在看到这个房子对面这个叫做 Solara。我们现在在 Lodge，那我们都会以这栋一栋一栋的名称来说，所以就会我们在讲 Lodge Solara，就他们两个其实是 side by side 的邻居。行，我们的 team 帮我弯腰，今天负责帮我弯腰的。好，我们出来看一下 deck 啊，它有个小阳台，然后这里还是算蛮安静的，可以看一下。好，那。那个这种红，蓝色外墙红顶的，就是这批 lodge。那你看到这个木头的，就是 Solara。那这两栋来说呢，其实他们的卖价本来还蛮接近的。理由是因为在去年以前，Solara 的 condo 费很高很高，因为它含了很多 facility，还有含了很多 maintenance fee。那他们在这两年呢，有稍微做调整，所以这两栋的 condo 费。看起来还是这边低，但是那边 all include 哈，然后这边还要加这个房卡费，所以两栋最后又相似。那么今年这栋的价钱就冲得比这边还高了。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这是三姐妹山 three sister，所以它这间呢上下错层，然后有很好的 view，所以如果它减掉 GST 以后是安的75万，啊，77万5，你们可以乘以95%。是减 GST 的方式。好，我们进去里面看房间。好，这个叫 loft，它虽然是一个睡房，哦，谢谢。它虽然是一个睡房啊，哦，但是你看一下楼上，我们从这边往上拍。啊，这边一般上面呢，它虽然没有关起来，给小孩睡还蛮好的。是，然后它这边是三楼。那 loft 它自己有一个门，可以直接电梯坐到四楼。对，好，我们看一下这边。好，所以这个其实，如果说这边叫主人房，因为可能会把那种 open 的 loft 给小孩睡。然后你们看一下浴室。那我楼上我就请 Evodia 帮我收了，我就 我就不上楼了。安 林也可以，好，来 Evodia 帮我带他们看一下，我在这就好，你不介，我来说就好。对，好，所以它这个组成689 square feet，楼上这个 loft 占了313，total 有1000平方尺。那以每平方尺来说，它价钱算便宜的哈，773，而且这是including GST 的钱，上下错层，然后有带 mountain view。那这个我会在今天的 virtual showing 完毕以后，跟大家说我最推荐哪几个房，这样子。那你有没有什么别的问题？这边把这个衣服，然后就给你。这种康乐费呢，你可能会在同一个区看到有些康乐费很高，有些不是康乐费，地税有些很高，有些很低。那理由是因为呢，其实是因为那个，哦，他这边还做了很多这个 floor plan，是因为理由是因为那个我们这边如果你是做 Airbnb 的，视为 commercial。你的地税是 residential 的10倍，但这栋呢，有的人是拿来自住，有的人是拿来做 Airbnb，就看你跟政府怎么报，因为这叫 tourist zone。
好，所以我们在这边有几种区 tourist zone 呢？你如果是就表示你是可以自住，又可以做 Airbnb。那如果你自住，你就跟政府说你是自住，那你的地税会少掉，几乎就是少掉十，反正 commercial 会多10倍。那可是如果你报自住，你又拿来出租。你被抓到的话，你就会被罚得很厉害，因为我们这边加拿大政府是走那个信任制度啊，所以如果你是决定要做短租的，你的地税你就要去报说你是作为 Airbnb，那你的地税会增加十，我们算了是那个 mill rate 是11点多，所以但是你就合法的做短租，好吗？好，那所以那是为什么客人经常要那个。报 GST，我决定哪一笔是一个，怎么在公开上哪一个？哎，这个灯是我们开的还是？让他我们，自己开，他来的哦，就这么好，好，谢谢。好，那我们这栋就这一间，我们现在要去隔壁栋，我们先暂停一下，然后对，我们先把它 pause record。好，各位，谢谢各位的耐心。今天出状况比较多，因为翰林是第一次帮我去做这些 booking，所以他把房号啊、地址都搞错，所以我们现在又要再去换房卡。不过这中间我再跟你们多解释一些 Airbnb 的概念哈。那我先走回这个后位。那我们在等这个换房卡的时候，就我刚刚提到的这个地税，你们可能就是 zoning，你们可能比较不清楚，因为 Canmore 它是一个旅游点，它是在班夫国家公园，所以呢，它的 zoning 比较特殊，只有这个地方有这些很复杂的名称，所以我们有三种 zoning 在可以做这种旅游区的这种租法，一种叫做我刚刚说的 tourist zone，一种叫 vacation zone。那其实这边还有一个很特殊，叫 staff accommodation。啊，如果我们现在这样子，现在这个方向我们看不到。等一下，这是我们二楼的 lobby，我在这边等房卡。好，那我们像我们这三栋呢，它就叫 tourist zone。那可是你们也不用 presume 说，如果我这栋是 tourist zone，我就全是 tourist zone。好，可以了哈。好，那我们一边走。好，那所以说 tourist zone 呢是最 flexible 的，是大家其实会最喜欢的，因为。tourist zone 你也比较容易贷到款，因为您可以说是我要自住，这是我的 vacation home，所以呢，贷款上就比较像一个平日的正常的买卖的贷款方式。那如果 vacation zone 呢，它基本上就视为一个商业了哈。那但是这个商业跟你还是可以做那个 residential 贷款，但它的要求就会大一点，它就必须要你有收入证明高一点。年龄大了，别照那么紧张。所以说，vacation zone 它就是纯粹做短租的一个 zoning，这个 tourist zone 就是好一点。但是你会看到有些房价在同一栋它的隔壁或者在几楼，他说："哎，怎么房价突然低很多？"那它的 zoning 就叫 staff accommodation。我们远一点，不要那么近。staff accommodation 哈，所以说，如果是 staff accommodation 呢？你就只能租给在 Canmore 工作的人，而且他们必须是要 full time 工作。你不能说啊，我自己来这边一周来4小时，我就租给我自己，那是不可以的。好，我们终于顺利的进到第一间。好，201这个格局呢，它是比较 standard，就是你大部分在 large 看到格局，其实就是这个样子。那这间的资料我们看一下。好，这间我会说他稍微做过比较多的，谢谢，比较多的装修。好，这间是78万7千，395，也是我们自己减掉 GST 以后，我就不帮你们心算了哈，你们就乘以95%。这间他稍微做过 renovate，他的地板换了，做的不多，但是整体就很舒服，对不对？只是 flooring 换一下，然后呢，他这个位置我是觉得还挺好，就是。它直接看出去这个 mountain view，好，我们现在从这边看出去，你看到对面呢，就是我常跟大家聊的 The Mercer。The Mercer 呢，它是4个套房，就是现在均值已经在 2 million 了。我们往左看，它的 view 非常好，它 view 非常好，所以这个房子从客厅看出去的 view 非常好。
那待会儿最后，在今天的 virtual 最后，我会打开一间 The Mercer，虽然没有在卖，但是是我们管理的。然后其实如果有真的想买，私底下谈也会卖，我会给你们看一间。然后给看这个 The Mercer 用意是因为我们的 Memory Large 会是它的缩小版，会 similar，我会给你们做一个比较。哦，你现在看出去这个山真的很漂亮，它是环绕的，所以其实 Canmore 它就是一个盆地地形。中间是谷，然后两边是 mountain。来，我们现在看一下里面，我们连客户都变助手了，都在帮忙。好，那这是比较 standard large 里的图纸，你可以看到哈，像这边一般会放两张小床，小单人床，然后主人房里大部分还会有自己的厕所、浴全套浴室。哎，哦，我觉得这间我知道是谁的了。那重点是，哎，重点是这间，你看啊，睡房有很好的 mountain view，哎，非常好，哦，Rondo Ridge，还有三姐妹山都看得到。那这个就是所谓的传说中的躺着看日出的景点。真的是躺着看日出，因为我拍了很多那个叫延时摄影哈。我当时是在 The Mercer，我都是放在我的窗口。我其实很懒，我没有睡醒，但是呢，这边冬天日出得很晚，所以你甚至可以9点10点都躺着看日出，就把手机放在窗口，然后继续躺回去，然后它就开始慢慢慢慢那个一格一格从最右边往左走，移到这边就日出，最后打到三姐妹山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个。躺着看日出是一个很好的价值。它这间才上市第4天，那如果跟刚刚那个上下层比哈，我自己会喜欢这间。他们两个其实出的价相似，对不对？好，那我觉得这间它的 mountain view 很好，living room 房间都看得到。我们看另外一个房间有没有？好，这间主人房是一个 shower，刚刚看过了，对不对？这间也有，对，这间你可以看一下那个，这个躺着是看不到日出，可以站起来看日出，或者坐在床上看日出，对，好，那这个 Round Ridge 其实是我现在最爱的山，我觉得看久了以后它更漂亮。那你们现在看那边正在 under construction 的，正在建的是 skyline，其中一半以上是我们的客户买的，年底会交房。明年年一有一批会今年年底，一批会明年年初，到时候可能会有些客户愿意转卖，要转卖哈，所以如果你们对这个 location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开始准备着，应该是年底就会交房了。好，那我们这个 large 的这间叫201，我们就修到这边。那我觉得这间说实话应该很快。应该很快，因为这个虽然说都蛮贵了哈，但是毕竟刚刚我们看的隔壁栋 Solara，它两房会到80多万。是，好，我们 pause。这同一栋，我们进到是215，这个刚好大家可以做一个好好的比较。我们刚看的大部分就是简单装修或者换个地板，那这一间就是完全 renovate 的状况哈。我们先看一下厨房。手来比一下，好，它厨房呢，橱柜是全做了，而且是整个到顶的，比较高的橱柜哈。哦，不过上面是假的，上面盖住了，还可以放简单的 spike，不过这个太高。好，然后这个电器全换了，appliance 是灯具，地上换成瓷砖，然后这个 sink 也是做成超，现在这个很大的一个大的哈，然后水龙头。然后这个云台，这个 island 也换过。那它这个装修呢，我来，待会儿我给你们估一下，它大概会花多少钱啊？包括这个整套，因为我们 Airbnb 还有个特色就是你看到的家具、家电、appliances，甚至锅碗瓢盆、床单都是留下来的。好，这叫身材工具，因为它要保证你在交房那天可以顺利继续出租。至少那天哈，那你要自己去补充卫生纸啊、shampoo 那些，因为他只给你留
当天可以运营的东西。那它的装修我们可以看出来，还包括把这个大理石这个壁炉也贴过，然后加了这个木头灯，然后 OK， 这是我们看出去的 view。其实我们会很在乎这个 view 啊，那它局部有 mountain view， 然后加上对这个 view 其实没有刚刚那个201的好，但是它这个内部就是装修到整个 total renovate， 包括这个 pot light 这些灯哈。那它这个出价是84.9万，它也是二楼，我们刚看的也是二楼，那就是看出去的 view 不一样，以及装修的程度不一样。刚刚是70，我们先都加 GST 好了，因为你们自己去计算。刚刚78万，这个84.9万，对不对？差了7万，如果我记错，纠正我一下，因为差了七万，就刚刚的价格现在。但是它这个装修呢，如果我来估，它 top to end 完毕，应该3万块可以做下来。好，3万块，所以如果你们要做到这么舒服，当然其实如果你装修再加上一点 decoration， 加上 staging， 加上照片拍的好，你的出租的那个价钱，房间就是你每晚的房价出租率都会加高。好，这家可能跟的背有关系，一直放的背的东西，开玩笑。好，那你看一下它整个房间就刷得很舒服，走这个去年流行的白色系列。那其实 floor plan 差不多也是一样，这边是有地热哈，对，它加了地热，它加了地暖，然后这边对我们还有客人然后挡住脸了，路人甲对，那我这边就不进去，我没脱鞋，你进去给你看一下。好，这 floor plan 跟刚刚其实相似，你可以往里走去给他们看主人房。那它就是你会觉得特别舒服，因为它整个刷漆整个装修，所以我们这边其实也蛮多客户，对，有整套浴室哦，它加了这个邦多，其实浴室也都做了。如果我是认为三万多做得下来啊，然后我们这边如果也有一些常常合作的设计师朋友，就是看大家的budget愿意做到多少，他都能帮你设计出来。对，好，那这个84.9万减掉 GST 也就是80万啊，80万在两房啊，就跟刚刚我 point 那个 Solara 那栋已经是到80万的平均价了。好，那橱柜换的没有，橱柜是换的，因为它加高到底是换新的啊，对，而且电器也全换，所以它是整个装修。那可以看一下它也许会是好，那这个就是整个装修完，但是它比别人高了7万嘛，所以大家可以考虑一下，因为自己装修是不用到那么多钱，对对，但是 high season 先出租low season 再来装修。好，那我们这个先暂停，我们就到下一间。做 Gracely， 那我们再等，还是再等一下房卡。刚刚那个 Evodia 在问这个租金，我们刚看了，就是稍微装修，只是换地板以及全装修的，但是其实在租金上呢，说实话也不会差太多。我们还是以最多少人为主，所以如果它 layout 相似呢，我们两房。OK， sure， 那我们一边走，我们来。好，我们到别动，我们要暂停一下，免得大家晃眼。好，好，谢谢。我们好，历经波折，我们现在来到109 Mountain Road Cougar Lodge， 三栋是同一个，但是对我们的助手今天 confused， 所以以为全部是同一栋。好，这是外部环境。那这栋呢，它是我们的，刚刚我们一直在中间这。前面这个中间这一栋哈，那我们现在是偏北边这一栋啊，偏北边这栋它离主路是远一点，但是它的 view 应该没有中间的好，所以可以比较一下。还有他们这三栋
有一栋有 air condition， 公共区有 air condition， 有一栋没有，有两栋没有，是不是完全一样哈？那我要跟你们也讲，提醒一下，这个 lodge 呢，它的房它没有中央空调，所以它夏天呢有一个月份会很热。那 owner 要准备 portable air conditioner， 是网上哈。那我们在是 11开始了啊，我们在 Uni 117。那这个 117你可以看图 floor plan 跟刚刚应该都相似。那这间现在还没有 on the market， 但我们先看一下，它的价钱是73.8万 plus GST， 所以这次这个价钱你就不用再减 5% 了，就是减完以后73.8万。好，那 OK， 那它也是稍微换了 flooring。所以其实你们可以看啊，刚刚那个橱柜我说是新做的是不一样的，因为刚刚它其实上面这个墙里面是有管子的，那它只是做好看吧，做到底，但是刚刚那个这边也增加了柜子的位置，所以我们可以比较 before and after。 但这个呢它地板是换过的，也是换地板，因为很多人大部分它其实就简单换个地板干干净净就很舒服了。好，现在其实还蛮流行换地板，它有三节内景，但是挡的比较多，就看到一些山头啊。但是其实有 mountain view 都不错了，因为有我们可能会，我不知道今天会不会看，我们今天蛮幸运到现在都有 mountain view， 但是有些 unit 不见得有 mountain view 的啊。对好，那我顺便跟大家聊一下 Evodia 在拍这些风景的景色给大家看的时候，就刚刚讲到租金哈，其实重点都还是能睡多少人。像我们今天看的基本上大部分可以睡到六个人，那两房睡到六个人，你是蛮容易的在旺季租到400多到500。好，其实今年租金也涨了，因为整个通货膨胀嘛，大家的房价涨了，租金也相对涨。所以其实在我们上次在做讲座的时候跟大家讲租金还都是疫情以前的租金，那现在涨上来以后呢是蛮可观的。我今天跟一个 Mercer 的 owner 聊，我们其实在疫情以前我们18万就是 Mercer 四个套房的已经算是租金很租得很好的，但他们说今年很轻易会冲过20万以上，22万都不难啊。就上次我们 present 说是用22万来 present。 好，那这个我就不用再看了，因为房型差不多，那价钱上又更低了，是不是73万多？还是差不多，因为刚刚那个减完 GST， 刚刚那个201减完 GST， 谁数学好算一下其实差不多是吧。如果差不多我还是推荐刚刚那个，因为刚刚那个 mountain view 好。对，因为 view 怎么说呢，装修这件事只要钱能改的事都不是事了哈，因为你只要花一点钱，但是 location 跟 view 是搬不动的。所以一般我们为什么会给 view 去付更多的钱，因为你搬不了它。好像刚刚那个感觉就比较亮，比较明，比较采光也比较好，那这个就稍暗一点。它73.8万，那个我们这边有 mortgage broker 帮我，虽然不用到那么厉害，请帮我加 5%。你吗？73，就是说，因为我想跟刚刚那家比，刚刚那个是多少钱？77万多，然后减4万，差不多74万。所以跟这一间的价钱跟201差不多。好，那201刚刚房间可以躺着看日出。这个次卧可以躺。但这个，对这边的 view 毕竟是被挡的，挡的多一点。嗯。这边是挡的多一点，然后哦，这个还可以，但是这个可以躺着看，对对对对。我们现在越来要求越来越奢华，我们不叫葛优躺，叫躺着看日出是我们卖房的基本标准。那以后买不了了。这个好，这是你的哈，谢谢。那我们现在去看隔壁，也是同一个，可能同一个 owner 相似，价钱呢？价格要稍微高一点。好，那我们去看一下隔壁啊。
好，那我们就不暂停了，因为就在旁边，对不对？我们直接去隔壁。走，今天是一大票人的 virtual 首映。哎呀，这个糟糕，以后这个都要躺着看日出了。没有，因为我们爬山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要披星戴月，半夜开始往山上爬，然后还要露营、餐风露宿才能看到日出。结果在这都一直躺着看日出。好，这个剧情是稍微不一样。好，也是 similar。好，那这个 view 就很差喽。你看这个没有 view，这就是我所谓的。我说今天刚刚我说到刚刚为止，我们都还蛮 lucky，因为我们都有 view。那这间呢，它装修的虽然比较多，所以虽然比较多，它台面也换了，不要不理我，我们的镜头没有跟着我，开玩笑。他这一家呢，就对他直接是隔壁栋 Solara 哈邻居，那就完全没有 view，然后但是它里面做了漂漂亮亮的 staging。样子很好看，这样子。那这个价钱怎么样？是 listing price 76.6，是有比较便宜，对不对？少比别人少2万，因为它就是 mountain view，缺了 mountain view，还有采光也比较差。那里面倒是整理的干干净净，可以马上出租。那76.6万，所以是减完 GST 的话。我们要请 mortgage broker 帮我们算，请完 GST。我们虽然大材小用，我们今天连 mortgage broker 都来了，他今天可以帮我们直接算72.7万。好，那72.7万的情况是这样，那刚刚就接差不多多一万嘛，多一万到两万，多2万，对不对？好，那我们对。但是我们这间可以参考人家怎么 staging 哈，怎么这个室内装饰的很漂亮。你看像这间，我还蛮欣赏，他一定是找了专业的设计师，做了这个。其实这个 poster 是一个很有名的 local 的一个摄影师，我们在 Canmore 街上以及班夫街上都有他的 gallery，所以他是很出名的。他的摄影作品，其实他摄影作品很像那个日本的侘寂，就是那种很。就是很空那种虚空那种空留白留的很多，但这一张当然就比较他的著名的几个作品都是留白留的很好。那所以我觉得他这间他虽然本身没有 view 还有采光，但是他利用这个室内设计让人家觉得很舒服。其实我希望他的 booking 也很好，因为客人当然先有 view 的先会租出去。那再下来就是我进来，我觉得他布置的很温馨，这也是一个出租的，能够让人家先去租你的地方的一个重点，干净还要有特色，尤其墙上的装饰品，常常是大家用这个来选的时候会看照片，照片最重要。好，来我们这一栋就结束了，我们先要走到别栋去，那我会再去别栋时候跟你们再做一点介绍别栋的故事哈，我们今天会有三栋可以看，还有一个是 extra 的，再多介绍的那个没有，那个客户已经买完，只是要去帮他收房，所以顺便给他看一下。好，